哎，这边。走吧，等一下。哎，现在我爸妈带什么礼物啊？家里都不缺。这不是最基本的礼貌吗？来，请喝水。谢谢阿姨。这位是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叔叔阿姨，希望您能把儿子交给我。要不你们再考虑考虑，你看起来挺小的，他呀需要有个照顾他的人。妈，我是我。阿姨。坐坐坐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得互相照顾。对对对，儿媳妇真是懂事儿啊。哎，丢人现眼，还得是事业上能扶持他的人才行。敢问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家就是做点小生意。那我觉得你们俩还是很般配的嘛。是是是是是。那这样，今晚别走了，我去给你们收拾房间。哎，爸，小鸡今晚还要回家呢。这就是他家。哎，妈，快进来，小溪。哎，哎，这，你们快坐。哎，妈，什么情况啊？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。是有点，要不要靠过来？我才不要。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摇曳，大象。